从绿岛望向台东市区，漆黑的天空中，一般的出现一闪一闪的亮光。平均每几秒就闪了一次，仔细看，厚实高耸的云层中，闪电不断照亮台东夜空，民众都吓坏了。有一点点怕，闪电很大，嘿，嘿害怕。当下很大的雨，然后又是闪电打雷的，大声的，而且很频繁。23号晚上台东市区午后对流云气旺盛，傍晚天空中下起了大雷雨，雷声闪电交加，强光划过天际，画面非常震撼。风场。 刚好比较适合之外，然后再造成水汽源源不断在进来，地形的加强效果会比较有明显，闪电跟旺盛对流的情形。台东一整晚雷电狂炸，让民众皮皮抓，所幸闪电并没有造成任何意外。记者潘振贤，彰浩台东报道。